邀请咱这个啊林凯仁教授吼，伊是专门研究这个啊禽流感的吼，也是真优秀这个啊现场专家吼。啊，这回吼，咱知影讲这乜疫情吼，太严重吼，啊，都我都隐瞒吼，这是确实伫世界上不可思议啦。啊，这款人，伊政府吼讲的话完全是拢好笑。那都讲讲，伊竟然吼讲没有时间表，但咱相信讲绝对是伫咧伊做。作为新一章开会时阵吼。一共要送这个政党协商，一个月了先生吼，都要去宴会，了先生不要管，迄就是时间压力，这是真变成政府啦，咱大家爱了解吼。咱是不是好先来欢迎咱啊教授，多谢。我是迄、那个，我主要先介绍一下吼，我姓林，林太远吼。我算是服务是迄个台大医学院有一项的，甲讲事实讲来讲啦吼，我唔是真正要做禽流感的吼，我的专长是癌症干细胞，所以我是进前迄个台湾干细胞学会迄个秘书长，甲即嘛是干细胞学会的医师，那想到会甲迄个有教授讲，向我来讲关禽流感的原因是。2006年的时阵，阮实验室第一个去找到一个，阮讲的是肺部的干细胞。那这个肺部干细胞真趣味的是讲，感染的时阵，伊是啥子感染的时阵会打击，就是讲病毒要开始攻击的时阵，伊在找一个对象开始攻击。那这个干细胞可能就是病毒第一个攻击的对象。所以从遐开始，阮一部分的实验。不可思议，看这什么？看这款所谓的干细胞，是咱身体内底到底会当含这款病毒，譬如讲 SARS， 譬如讲即卖讲的禽流感，吼、哦，有啥物个关系？所以，阮为迄个开始 study 一寡，去研究一寡含这款禽流感有关系。所以我今仔讲一寡代志，可能拢是较阮实验室的迄个实验的结果。这禽流感，你也是讲咱往迄历史来去看的时阵，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。你也是看古早的历史，咱真正咱台湾，不咱世界讲有这病毒的危害，那其实不是禽流感，是啥物？黑死病，吼、哦，天花，这款吼是世界中国啦，吼，欧洲啦，哦，这款流行是拢规整规市的人拢传死的，佮慢慢啊，随着。咱即款工业的进步，咱即款人甲人的之间愈来愈 close， 市场部的即款现象，开始真正较即款禽流感慢慢浮出来。上出名就是1918年的时阵，迄第一届真正有人研究讲，真正有人爱点一块讲哦，迄禽流感爆出来。1918年的时阵，拄好世界第一次大战，世界第一次大战，死的人其实。几千人无唔对，不过禽流感死的人比怕死的人要多济。保守的估计，差不多2000万到4000万的澳洲的人口拢死于禽流感病患。那想怎样安尼先？因为开始工业化进步，咱的畜，我们那个畜牧业哦开始大量引进，饲猪哦、饲牛这块，特别是饲猪哦，开始被动，比如说人。兽之间的互相的干扰，所以为上早，你也想咱去看吼，研究迄个1918年的时候 H1N1 的时候，你发觉，这不是人辛苦来的，这是为猪来的。那为猪走来人辛苦边的时阵，慢慢，这款禽流感含普通的病毒，我想讲可能是啥物，一千五百。所以你也是看，迄病毒的迄款，譬如咱讲金胎病的时阵。你有看有两个标准，叫一个 H， 吼、哦，一个叫 N，H 叫做 hemoglobin， 吼、哦、，N 叫做 neuraminidase， 那所以咱讲 H1， 吼、哦，就是迄个 H，N 就是 neuraminidase， 迄 N， 所以 H1N1， 那 H 你也是看嘛，叫来滴，拢有几种，1到10种 ，N 有几种，1到9，拢总哪种，所以你也是真正。
乘起来十六乘以九，哇不得了！啊，事实上无遐尼济，事实上是一个人顶管时，安尼这百年来的演进，咱一人辛苦的操作是主要就 H1N1、H2N2、甲 H3N2， 所以咧每一年吼，咱 WHO 都必将代志开始叫，讲明年的流感可能是啥物款，也让咱叫吼，你知道吗？按照 DNA sequence 吼，遗传迄落来通给讲，我大概又每年可能是 H1N1， 是倒一个 H1N1， 好，也有通给出来，好，开始把这消息放出去。一个 influenza A， 吼，咱讲算禽流感 A 型的禽流感，佮加上一个 influenza B， 吼，可能佮加个另外一个，拢总三个到社会放出去，喜欢到这放这個。因为世界各国制造疫苗的药商的巩固者开始准备什么？准备技能，未来开始做疫苗，迄真大真大事。啊，所以有人讲，到底是人在起防疫禽流感，还是人在起禽流感的制造市场？都往下真歹讲。所以这个禽流感事实上到演变到今天的时候，这个已经层出不穷。最主要一个就是。你可以看这，它病毒变化非常非常的快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那咱要候鸟，那每年候鸟从北西伯利亚到咱南牛，安尼一抓安尼走走，到位南牛搁走去北边，安尼再走走，好，啊鸟啊走鸟啊，底下什么无什么问题，问题来啊，鸟啊中途要休困的时候，你该食食啊，食食去到什么，上好做来最久的以前所在什么？底下场啊，戏场啊，所以，上早，这种所谓人畜共通传染疾病，为都会走，为人，为鸟啊，走低，那为低就走去人，所以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关键点，叫做猪，所以就第二天晚开始产生一个所谓的 shifting， 那种变化，所以就开始狂。变动直接出来了，好，好，多谢吼，感谢，感谢，好 ，OK， 好。今嘛，咱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，其实就像咱主教授在讲的，其实有时候科学回答我们的问题，开始我有当下讲起内容，对吧？懒得讲，因为我想这教育国民政府跟教育是有当下。家己母语吼，讲了拢未溜，溜呀，颠倒蛮，国语讲了较顺，讲起来是真搞笑啦。咁我实在是环境的使然啦吼。咱即卖有一个真趣味代志，咱知影禽流感是攻击咱的肺，就是呼吸道疾病吼 ，respiratory infection disease。可是真趣味代志讲，咱所有今卖的 evaluation 是啥的？是侦测、评估这实验的，那个 cell model 细胞的模式，主要什么？就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 VLE6， 这叫做 MDCK。啊，我这无唔对啊，大家都嘛安尼做 ，WHO 嘛就安尼做啊。问题来啊，这两个顶端是一个搞的，搞的细胞，不过不是搞的肺脏，是搞的什么？肾脏。MDCK 可耐。高啊，高在上面，肾脏细胞啊，所以你今仔日做这样代，出了一个真大的问题，讲利用一个不是你特别的 organ 的 model 去做你款 disease model， 出来结果刚丢啊，如果无法度啊，因为揣无着好的 model 来做这款 study 啊，只好将错就错，就一路错下去啊，答案对不对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。当我们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第一件想到的就是说，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 model 来看这样子？今天是 SARS 一张下，好不容易关卫卫慈济花莲慈济配合一个病人的 sample， 跟 sample 你也刚看到，这正常人的烂吧，近千米，好、哦，那这上面一过肺泡来，过的东西上面红血球，那我们叫做 hemorrhage。那你看了真侪，借助组织的这个地方，全部细胞已经全部崩塌了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能看到这两代当哇，根本这 SARS 的跑一北当呼吸，所以变急性窘迫呼吸症候群出来。
那他们问上面说，在最早这个 initiation 时，到底是什么病毒，什么样的病毒会攻击这样的细胞？这是我们当初第一个问的问题。那我要讲的是说，事实上科学有时候不能告诉我们正确答案。为什么？你说哦，我要找到细胞是它攻击点，我把它阻绝掉，阻绝于境外，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合理。可是不同的答案告诉我们不同的事实。譬如来讲，这篇哦发表这篇母亲控制的研究的，提供上面 Type 1 Mosaic， 那这块来就有两种细胞，一个叫 Type 1，一个叫 Type 2。哦，你不妨点的技能，一个 Type 1，一个叫 Type 2。提供 Type 1是它 infection 的 first disease， 就第一 target。那另外提供母亲母亲母亲，绝对不是安尼。提供的提供上面是气管顶管的细胞，它是形象病毒攻击的 target。好，过来，这是迄个呆呆，生化科的高雄做，不是有位先做啦，生化科先做，讲，因讲拢唔对，是，太不相信，好，那怎么出来？你要信这个，就信这个，就信这个，拢是 data 啊，拢是 scientific 啊，绝对 data 你去 evaluation 拢是对的，所以其实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非常怨怨万难，你这样子可怕，你的标准是啥物所在？我那边要抓他把正确的知识告诉我们一般的民众，说对，你现在听到的这东西就是事实。其实有时候也很难。所以问冷清控老你也其实我们第一个实验，我们第一个证明说 SARS 病毒这款 virus infection 也是 stem cell 这个所在，这些就是看为 SARS 病毒开始干掉，那他看我看这个 data， 你看哈，那把那个病毒吼，带到咱企业的细胞来对吼，这是咱靠这实验标准好了。企业，你无法做铁人来做嘛吼，那你嘛无法做马上捏，两个尿素来做，哦，简单细胞贴出来，起起的病毒带来，看下怎变化。八点钟时阵病毒开始感染，十六点钟、十四点钟、四十八点钟，你就看遐病毒的量，喂，一点啊，肯定把它扩张到，够啊，个细胞会弄。鬼东西去吸个了了了，好，那你用电显微看下先，这几只几只，就是当像那讲的 coronavirus， 急性扭过呼吸症候群的冠状病毒。那冠状病毒按照造型，简单单的细看，病毒造了细胞顶管，哦，然后 migration， 就是讲开始北，就是讲按照公猫举头也太牛皮了。它和细胞之间要有一个所谓的 interaction， 好，进去之后，在里面形成像这样一颗颗病毒，然后释放出来，然后它开始复制。所以病毒哈，一般的细菌感染不太一样，它需要活细胞它才能够进行所谓的复制。好，所以近前那个是什么？近前那些给东西，肺脏干细胞血中是会被 SARS 病毒感染的 ，SARS 病毒会感染肺脏腺干细胞。这个感染会代表什么样的意思？我们做实验教了，实际上刚刚做实验教很重要的。那在恢复六级的一个再生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为什么会再生？因为有干细胞在。可是当有一天你的干细胞一旦被这个源头被人家打掉了，已经失掉再生能力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像这样的 case， 是说如果你的干细胞发生问题，对于你的 regeneration 就是再生或是 repairability， 事实上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后，这个营养完结今后告诉提供，如果病毒在长这样的攻击点的时候，它是以这样的干细胞当做它差别的时候，它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危害？ Influenza 是不是可以变成是另外的思考点？那简单单讲，你不能找大家。A、B、C 这是哪一号？就是那破破那讲话较紧，好。主要这种所谓禽流感东西几，哇，这种那种野鸟，就特别是那种会迁徙的，喜欢候鸟。所以它从 H 一到就像一边到长尾，然后边到脚。可是这边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交啊。第一，干狼，啊，一狼的，那起码看 H1N1、H2N2、H3N2，
H5N1， 这项什么 H5N2 无啥关系，咱慢慢看。一个数点管，咱即马知影啦，就在世纪内底总共出现三摆来流行。第一摆是1918年，咱讲 Spanish flu 西班牙流感。1957年的时阵，有一个 Asia flu。196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 Spanish flu。真趣味吼，即款大流行的时阵，那种突然弄大部分拢是咱亚洲的所在，才产生这种大流感。啊，即摆死的拢是几百万人死。这个来源，流感这个来源，就是这些候鸟。最近我们基本上那个共同，你只要一有流感的时候，关键上面不要去喂鸽子，啊，确实是因为那是一个流感的来源。好，1997年，全世界爆发一个很严重的第一线疫情 H5N1， 对，感染。然后2006年 H1N1， 好，所以你看，为早期的 H1N1。这一点开始变，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，虽然它胎体看起来是相似，但事实上不太一样。到1957年的 H2N， 到1968年 H3N， 这个过程其实每一段时间变一下，每一段时间变一下。那其实稍微讲一点比较特别那样的，就是说卡斯这个也是个狗。那看就从这 H1N1 看到不啥啥，好，真简单。H influenza 那是看点讯。它叫 influenza A， 好，刚才还是 influenza A， 啊，怎么命名？一起上面说来看，你台湾，台湾，好，阿拉玛就阿拉玛。跟你 isolation number 是什么？这 number 是啥？各自当配的，它整个把它 N 跟 H 做完胎盘之后，就出现 H3N2。所以你看到还是真正它 scientific 的一点，你讲话像，这是它最 scientific 的一个。认定的方式，你很清楚知道哦，这个 H1N1 跟那个 H1N1 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变成出来，病毒要找到它的路，不是说哦，我要乱了，那就你得去搜寻赶快，你都要搜寻退的，去开个搜，搜啊，丢你开不明啊，他们都没开的啊。所以病毒要感染的时候，它需要有一个这边要有所谓的我们称作为 receptor， 就是它的受体，哈，这病毒之间能够产生互相的互动，它才可以往下走。用这个 model 来看，病毒一家照过来，其实它有个糖基，这个糖基是后来在研发所谓跟客流管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。这糖基进来之后，好形成这样的病毒颗粒，啊，病毒颗粒解体，把它的核酸释放出来后，进入到这个核里面开始复制，变成病毒出来。这是一个简单的 model。好，问题来了，问题病毒为什么会变？为什么会从鸟到人身上？因为它是一个 RNA 病毒，这个 RNA 很加很干，它是一种核酸的东西。当不管你是人，不管你是鸟啊，反正它有一个受体，这个受体在猪身上是最明显，它叫 Alpha 2 6 Alpha 2 6。好，你可能记得我今天那一集啊，那你们收集也当好这些病毒进来。不管是鸟啊病毒，还是人的病毒。弄法度是低点管，找到迄个锁，开门出来。出来伊来做啥物代志？啊，你也是啥物？就像马上你不开个好，即下出来，即下出来，啊，两个在内底拉拉拉拉拉，到底啥物？你知影？出去，焕然一新，全新的病毒出来。所以，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媒介物质。所以喜欢吗？我下面台湾这种禽流感，我们很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是在候鸟的入侵上面，再加上台湾的野猪，如果你在猪在禽上面不做好好的把关，你只要有机会让它去混，让这种病毒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交换，你就哪一天就会产生一个类似像本来只应该在鸟身上发生的病毒，就会跑到人身上去。这像什么？那怎样写进入名列 ？HIV 本来是澳非洲的一个搞癫管的一个病毒，可是因为当地人有吃猴肉的习惯，啊，你吃的时候，那病毒跑到人身上来。也许在猴子身上，它不是那么 severe， 不是那么严重，
可是，一旦到人身上去，哦，嘿，那就是放火杀人的，嘿，我敢看看。就无一点去看看，咱讲吼，像 prior 一样敢看看。你本来可能我是无可能是动不行哦，产生啊。你今天改变了一种所谓喂食方式，你强迫他吃肉，不然爱吃草的我吃肉，啊吃到了出代志啊，这种情况就类似啊。那么我刚才所讲的，在猪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两道钥匙？我们可以用一个实验来证明，我用几块那种染色的方式去证明说，在干细胞癫痫会出现阿法兔六、阿法兔鼠这两道素。当它一起染色后，就出现这个东西，绿色加红色变成黄色，代表它是两个都是 positive。所以在干细胞就很可能 provide， 就很可能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，让病毒可以同时进来。那这样的细胞，我说有两种颜色细胞在哪里可以出现？这是猪的模式，在猪的器官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黄色的，就是像这样，它同时有两种。receptor alpha 23 alpha 26 receptor 在猪身上，还有在哪里？在老鼠身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大家想看没？是咱的床脚的所在，还是你环境充满无好处？猪跟鸟鼠哪只会有机会无？有。猪和这款野鸟哪只会机会无？有。所以相对来讲，我最后的结论，我希望先跟我说。禽流感事实上很难防，不会躲，因为变化太快。但是你可以想办法降低它的扩散，降低它什么扩散？雷公，你要做好格局。而且我们经常去看南博，你看底下底下，我看到镜头，为什么猪舍要架网子？你就不要让鸟进来嘛。那你为什么要通报？因为你只要一通报之后，你只要发现，你会赶快断了。因为你知道这个通信，你至少不要让他有机会 close reaction。所以，当然说，疾管局其实很公开判断，现在很改性。你越压，事实上你只把这个扩展，一直扩展，一直扩展，一直扩展，等到爆发出来没有办法收拾的时候，有循序慢嘛，就是像现在这个结果。其实哦，后面我们接下来可能必须很诚实跟大家沟通。严格来讲 ，H5N2 在鸡身上是没有错误，是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。可是至少它会到人身上来。我们待会有个 data 可以告诉他为什么它会到人身上来。可是像 H5N1， 它是会到人身上去。所以我两千零三年开始有 H5N1 的报道，收集这种事，1998年在香港发生的。到2011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确诊，一晃哦。一 total case 哈，568例，568例，因为566个，这代表你相对于2018年一百四的千寡班，这无济啊。可是你有注意看吗？566例死亡的，330几例，我没有有注意啊。可是为什么这个落差会有这样讲？如果他是真的那么神秘有？他那么严重的话，我就看西安一半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想要做代表一半，哎，真趣味哦。起码吼，西安这一边哦，看那个 H5N1， 好，这是台中猪，台湾叫做金门猪，主要就是这个。想要我特别下去的时候呢，叫 Smart Bird， 因为台湾这些好东西招生出来，就和之前的口蹄疫一样。它是个离岛，就讲你躺中国大陆个一个海峡，台湾海峡。这台湾海峡很有用，它隔绝掉很多很多不该进来的东西。可是就偏偏有很多人，你搞些秘密逮捕他，直接招收回来。这个案件哪一样？一样，禽流感 H5N1 病毒感染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，为细胞被浆间、表层浆间、气胆浆间，所有细胞全部会被 H5N1 感染。它开始在48小时会最高嘛？好，今晚注意来看这个数字。你今晚看这几例，几例就是 H5N1 的禽流感病毒，这是正常的病毒。那你讲 H5N1 就是正常的病毒。好，先看这
这叫做不正常的病毒，病毒正常是几大几大几年，那传到昏迷啊，赶快。确认这病毒那就是菜龟赶快，这那你见不惯什么菜龟？当你病毒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其实它的病毒的效价已经下降了。现在看到更明显是在这个地方，当病毒感染到这病毒的细胞的时候，其实它会造成细胞整个烂死掉，细胞开始死。当它死掉之后，那怎样？病毒需要在细胞内存活。当细胞量开始烂死的时候，这个病毒它就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完整的病毒出来。可是因为这个病毒本身很容易引起我们身上强烈的免疫反应，所以你有丢掉，不是你去让病毒打死，是你让你自己身上的免疫系统打死。可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病毒，所以它不会拓展。可是问题来了，那跟我后面再来说。你看这里哈，这是 H5N2， 我们在做病毒胎儿实验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同样 H5N1，我只要很少的量，哦，到这边14次方，这边11次方，12次方，13次方，14次方 ，H5N1 一样可以在我刚才所讲的狗的 kidney cell 跟我们的肺脏干细胞当中感染的。可是你注意看一点 ，H5N2 negative 未感染。可是我要讲的是，万一这个 H5N2 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有机会在人身上，在猪身上产生 rearrangement， 它万一变成像 H5N1， 万一它变成像 H1N1， 那就是台湾的灾难开始。病毒的感染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 issue， 这是一个细胞，为什么可能有人说怎样，一个细胞就要一个对细胞核，这是用 H2N2 感染的。你可以算哦，加上等量常在细量，一个细胞有4个细胞，正不正常？不正常。为什么？当一个细胞开始有 multiple nucleus 的时候，它就很像什么？癌症细胞 ，cancer 细胞。所以，我们后面有个很快的结论就是，肺脏干源细胞实际上是可以被流感病毒可以感染的，但是肺脏干源细胞如果被流感病毒感染，不是只是所谓的免疫反应，确实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改变细胞特质的情况，变成什么东西 ？Tumor genesis 的那个方向，就是我们称作为癌化的 potential。所以禽流感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难控制，只是说感染后感染后想办法用抗生素啊消除掉没事，不是。你有感染没有发病？你也一样要担心，会不会有可能出现像这样的？所以我要讲说，最重要就是我们让党禽流感确实是有困难。你反正叫你停工，提前玻璃到我，或者工地给我卖，给我卖龟，我个人担心。但是你起码人为的人祸，你可以挡掉、阻绝。那我用一个潘多拉的盒子，因为我刚开始可能是用个潘多拉盒子工，潘多拉盒子 open 的时候，有疾病，有灾害跑出来。可是他最后留的东西是什么？希望。我相信我们这每一个台湾人身上都还有这个，所以对未来的一个 hope。 OK， 干单公安呢，那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从医院、邮政国还有加速卫生试验所证明这郭博那个郭明的博士工一起合作。谢谢。讲这种事，拢算不止啊，全份物件吼。咱再度感谢感谢咱啊，吴教授。因为主要讲是讲希望啦吼，但是伫咧马政府统治之下，都有希望吼，这个另外大家思考了。来，咱走了。